什么令的挂挂挂挂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马来西亚人苏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杜坤宝的台湾男主角侯记。下面是杜坤宝。我刚才睡午觉啊。好了，台语不好啦。今天就简单的是要来试吃，阮的朋友去越南，越南有台语。越南。去越南炸河外的蛋咯，蛋咯，我想起来。沙包味越南来的泡面啊，不泡河粉。这是蛤蟆的烤皮。你要知道。边管五下左下角，我觉得 number one 等一下，是不是越南 number one 的泡？不是那个意思吧？不好是他们的一号产品啊。对啊。这个应该是鸡排烤皮。对啊，鸡肉。牛排烤皮。牛肉。哎，你看。透明的啊，猴粉，猴，猴煮啊，猴煮，料理包，油包，哎，这个爆开来了，你看我们两个就是一样排的、啊，那就我煮就对了，你不用担心。OK， 干扣了，辛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干扣了，辛苦你了。你不是才经过那个期末考吗？没有，我都没及格。OK， 今晚班给你准时去煮面的时间，滚就来吃越南的期待的蛋咯，你看。我也是好奇，伊有啥物特别的？川博的朋友去算了后，川博的朋友，川博的朋友去算了后，一定会炸转来。哇，足济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好大罐哦、喔！真的，腰果，你看起来较乌诶。我考过了，应该要考过。诶，腰果的台语。我不会。我也不会。另外，给大家植物小常识的时间。腰果其实伊个造型足古锥诶，给大家看。要管这个细细的，就是伊的果实。边啊有一个大大粒的，这个是伊的结果荚果吧？嗯，说得好。发托膨大的荚果。嗯，没错，讲得好。嘿，然后就要颗粒，颗大家，你知影你食足济水果，水果内底，什么水果是荚果？荚果，那个百香果吗？不是，只有两次机会。不然水果那么多。嗯，荚果。嘿。答案就是苹果，苹果你吃的这个滴滴的，就是伊的荚果。嗯，伊的果实其实伫咧内底。好，你妈试吃哦。好吃。你觉得好吃哦？我喜欢吃这个。外口这个乌乌的，有一点啊咸咸的，调味吧。嗯，它是有调味过。然后内底就足香的。很适合配酒啊，干嘛的？真的，谢谢干爹啊，不是。多谢。因为我等下我没有被赞助，那这不能乱叫干爹。我们目前没有干爹。大家干杯来做干杯，我的频道交给大家了。欸，今天要配酒欸，奶酒不适合吧？啊，我家只有这个。好、啊，便便也喜欢喝。便便你不行哦。就安尼搞搞吧，这个就是奶酒，看起来像像奶茶，但是伊是浓度还蛮高。好东西。然后差不多了，欸，干杯，喝大啦！店小姐，好香哦，真的，哦，超棒，哦，人生真的太美好了，有下酒菜就是不一样，真的，住家我可以跨耶，河粉就蟹外耶，其实它很好煮，就是鸡肉比较水，然后牛肉很浓稠的酱料，这个就没什么酱料，但是它的粉很多，盐巴河粉，嗯，你这边有块肉是不是？有肉排耶，肉排，哎，啊、蟹料耶喂。怎样？加没出来耶？豆腐。那个对啊，豆皮之类的东西。哦。阿果鸡排。这个河粉的面皮是袂歹啦，我介意软软的面。啊，真的很不错哎。乌椒的面。怎样？吃起来如何 ？OK。加古巴。被你叫。香料的时候。乌骨白边。我觉得牛肉的那个味道比较浓。嗯嗯，基本的调味调调是同款。对、啊。因为这两个是同款的白啊。所以嘛是有小豆皮嘛，小蟹豆腐。我觉得牛肉比较好吃，牛肉比较好吃，味道比较重，比较重。对，嗯、另外一家的海鲜。最凹诶，这个味道更重了一点。是哦，嗯、就比较闹鲜。有点咸诶。因为刚刚史沃林加的水太少了。不会啊，那边有。刚刚好吗？挡泡比没办法。好像柠檬味更重。柠檬的感应告出来。雷梦，雷梦，怎么样？吃起来如何？嗯，没办法，还行。就是泡面的感觉吧。我觉得这吃完会很空虚吧？会吗？因为它只有面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内底只有葱加
谢谢料的豆腐料，我已经被宠坏了。台湾的泡米粉，真的，我靠，来这满汉全席啊，那脱水的豆腐有沒有，对啊，还有红萝卜啊，对对对，那个脱水红萝卜咬下去口感超好的。哎，我们再来怀念什么？有吧，我就介意台湾的，牛肉泡面，全部的人拢介意的，这个很开胃，蛤蟆汤，今仔日的暗顿就是安尼咯。好，今天你的指甲就到家了，好，跟你揭晓，指甲指令，拜拜，拜拜。对角，要不要自己喝粉？他闻到了，我觉得这海鲜味不重啊，就是其实它就是柠檬的那个香味，对，柠檬味，那我香茅味比，因为他闻到香茅，他就来了，茅草，茅草不是香茅，薄荷啊，猫薄荷，瘦了，哎，薄荷它一种叫薄荷，不是，薄荷，不是，薄荷。很少讲，他就听过人家讲，我要关哦。我们各种组合，你去问妈妈。就没有笨啦，就没有笨，你还笨。你觉得不傻？预告，这个就是后盖被回收的厚厚的河粉。